家长们想知道的是真相，因为市府团队的失职让加害人持续的恶行和事重复的一个发生，狼爪延伸到20多名的一个孩童，相关的责任难辞其咎，孩子留下无法磨灭的伤痕，身为父母的我们也永远带着歉意、自责及愧疚的心情面对孩子。立新基金会执行长王月豪语带哽咽的为受害家长发表声明。台北市信义区某幼儿园受害人数暴增一案引发社会关注，立法院林月琴与吴佩益共同召开记者会，除了公布事件时间序、厘清案情、说明真相外，也提出修法方向，包括修改不当对待认定委员会中的委员比例，性平委员会应该从国小放宽到幼儿园，达到全龄性平。另外，更要防堵不孝业者借尸还魂。少福利代表就两个人，如果有一个没有来的话，就只有剩我一个人去为儿童权益投票。如果这边律师好跟家长代表的话也算的话，在这边2+2也才4，怎么去横比这13个人？怎么投票我们都不会投赢。所以我们大家就是期待是第一个，就是认定委员会一定要希望台北市把它能够处理好来，因为孩子事实上是自若无能，他没有办法去把它表达清楚，那所以各占一半才是合理，两边的权益兼照顾。还有一旦调查到公幼的时候，我认为主管机关可能这个比例可能要更低一点，才能够真正的去考虑到儿少权益。今天111年的十二月又有一个 B 案进去，可是一样的，那当然他是告诉原方，就原方也是没有处理，所以不只是认定委员会，还有我们就借尸还魂的幼儿园，是不是我觉得市府也要一并来做好处置。立法院吴佩益则提出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三大缺失，要求已经承诺启动行政调查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一定要调查清楚，还给受害家长与幼童公道。案发至今，我们也不希望再是更多的口水之间的互相的推脱。这一个到底市政府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案件在司法调查当中，绝对通通都有会议记录可查，也有相关的通联记录。我们希望，既然现在蒋万安市长说他要启动2022年第一案通报之后没有调查的重启调查了，所有的资讯公文都应该要确实的来提供。我们也希望监察院要向台北市政府来索取相关的资讯，因为我认为这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我们在2022年到2023年之间，市政府有依法依权责来进行停止的话，我们真的可以阻止更多的遗憾。针对《儿少权法》第69条导致媒体无法报道相关事件的部分，林月琴则认为应该修法订揭弊行报道原则，让第四权能协助社会大众发挥示警效果。台北市只有这个案子吗？事实上前面也有一个案子，也是因为媒体不能报道啊，才又引发到后边老师离开之后又去另外一个幼儿园不当对待的问题啊。所以我认为应该要突破，也就是只要揭弊行的符合公共利益的，应该加外的应该事实上是比照国外提供学校名称，因为学校名称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小孩啊，至少学校名称要露出，让人家第一时间可以，我至少我知道我今天是念这个幼儿园的家长，我马上很警觉的问我小孩，问了之后有异样我可能就会停止，甚至后边不会有持续孩子送进去，所以这也是未来我们修法的方向。林月琴与吴佩益强调，两人接下来将汇集民间团体的意见一起推动修法，将这起事件中的相关漏洞有效填补改善，避免让人痛心的事件一再上演。台北市府别再躲，家长说真相，家长说真相，修法补破洞，修法补破洞。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